杰力士山360度旋转缆车在这里为您实况，好刺激哦！天哪，我要先不要让你做。陈伟到底掉几只啊？他压在我身上。现在在下山中为您实况。刚刚从3100公尺下山呢。我在实况呢。嗨，我叫淑仪。来，淑仪笑一个。瑞宇笑一个。Nancy 笑一个。婷云笑一个。陈伟哭一个。陈伟说卡了。来，我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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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水感觉就很干净。那边比较热。瑞士真的是厉害啊，这个缆车就要89瑞士法郎，和台币约2750块哦。然后到站了，警察，超市。